我还记得有一次下雨的一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吧，老师临时叫我去演讲啊，我还知道那是姓涂的一个男老师，你去演讲。当天就马上报了一个第一名回来，所以我还报第一名回来，想要荣耀我们的班级6年4班。我还从后面，因为我个子很高，想从后面进来跟老师说我拿到第一名了。结果我居然要踏进那个后面的教室后面的门的时候，我的旁边的比较好的朋友同学就告诉我说：“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，干嘛？干嘛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情？”哦，老师正在台上说，刚才我们打的跟隔壁打的那一场友谊的躲避球，哇，吕如中超级娘娘腔，怎么有这么娘娘腔的男生，害我们输球了。所以这些我的好朋友都叫我不要进来听，不要进来听。但是我听到了，很像戏剧性的一样，我就听到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现在进不去啊。我的第一名对于一个很 man 的男老师一点用都没有，要会打球比较有用。老师怎么可以讲这样？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所以他现在名字跟长相我都还记得，所以。吕如中，你小时候被家人嘲笑说很没有用啊？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我很老了哈。我们那个年代有个电视节目叫法网啊，法网就是会有抛出照片是尸块、尸体的这样子一个节目。在当年没有电检的时候，它会出现，它的片头曲是然后会有一只蜘蛛叫法网，那全家都很爱看，整个台湾都蔚为风气，很喜欢看别人杀人、伤口、肉块。可我不敢看。所以我到第三集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出，终于看出来那是个尸体的时候，那个9点要播，我就赶快就把电视关起来，就抢关。那从我的爸爸妈妈、姐姐、哥哥全部一致嘲笑我，只有我爸爸比较不忍心，全部一致嘲笑，超没用的，胆小鬼，超娘的。当时不是讲娘，但讲什么小白脸或什么什么的。你不想看，大家想看，你滚出去啊，超没用。所以我就被家人的这种压力之下，到隔壁的房间继续用听的。听外面在说怎么杀人，怎么杀人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就知道我在家里的角色就是个没用的胆小鬼。你会给自己这样贴标签？对对对，而且有一次下雨的一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吧，老师临时叫我去演讲啊，我还知道那是姓涂的一个男老师，你去演讲。当天就马上报了一个第一名回来，所以我还报第一名回来，想要荣耀我们的班级6年4班。我还从后面，因为我个子很高，想从后面进来跟老师说我拿到第一名了。结果我居然要踏进那个后面的教室后面的门的时候，我的旁边的比较好的朋友同学就告诉我说：“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，干嘛干嘛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情？”哦，老师正在台上说，刚才我们打的跟隔壁打的那一场友谊的躲避球，哇，吕如中超级娘娘腔，怎么有这么娘娘腔的男生，害我们输球了。所以这些我的好朋友都叫我不要进来听，不要进来听。但是我听到了，很像戏剧性的一样，我就听到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现在进不去啊。我的第一名对于一个很 man 的男老师一点用都没有，要会打球比较有用。老师怎么可以讲这样？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所以他现在名字跟长相我都还记得。所以那天下雨，雨太大，我妈居然拿雨伞来接我。所以我当我心情在很无助的时候，在躲雨，我妈迎面过来，对我来说是个天使，对，哇，圣母形象。所以我看我妈妈，我做出我从来没有做的动作，就是吕家不可能有抱人，我就好像是跟我妈妈抱，我就哭了。我妈妈第一个就骂我。哭什么哭？娘娘腔！我妈，所以我吓一跳，哭得更大声。旁边的同学跟我吕妈骂，因为跟了老师骂她娘娘腔。那我妈妈也接着说，我妈妈连着的意思是，老师骂得真对呀，你怎么这么娘娘腔？我来接你，你要像个男孩子一样，有男子气概，干嘛哭呢？所以那一刻我又印象深刻。一开始我是个胆小鬼，在小一，在小六。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，就是我有事情绝对不要告诉家人，对，因为家人要你自己成长，自己二次伤害，对你永远不要有任何的脆弱，对，告诉你的家人，不要想讨安慰，不要想讨呼呼，这就是我们吕家的教育方式，一直直到我现在中年大叔啊，我说我越老越爱哭，徒步环岛之后，整个心打开了，看到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感动，很容易哭。我在40岁的时候跟我妈妈住，接她来住，因为我爸爸中风15年往生了之后，我认为只有我跟我妈妈照顾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两个自由了，所以我跟我的妈妈度过了5年很好的单身生活，她健康，我也终于可以不要去照顾一个中风的男人。这样子我们两个都活得很好，没有想到我40岁之后，那个时候我带我妈在65岁就开始健康走下坡，所以马上变了一个人，
就是我妈非常非常的黏我，很黏很黏，紧紧抓住不放，东指挥西指挥，你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为什么还不回家？怎么怎么？去这个东西帮我修一修，这个东西帮我买一买。开始，我想是他对于老化跟健康没有的害怕，对，尤其再加上我哥跟我姐都已经结婚嫁人了，只有我这个没有结婚的小儿子。他要看到我对于我爸爸的照顾，可能会觉得，他要紧紧抓住我才可以得到他安稳的照顾。可是我是个中年的自由的男人呢，我是个单身汉呢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所以我一直闷着，我就开始沟通嘛，就开始从沟通到吵架，到抗拒，到讲不下去，怎么都听不懂，我就会哭。我妈有一次在我哭的时候，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很多的事情我们沟通就好了，你不要一直紧抓住我不放，我快要窒息，快要死亡的感觉。我跟我妈讲，我妈听不懂之余，就又那句话又来了，阿忠啊，我一定要跟你讲，我真的很受不了你一个男人一直哭，哎，又来了。他的爱的语言里面没有安慰这个方法，嗯，为什么要一直哭啊？他就是没差说出娘娘腔 again， 他就是没有说出来。哎，所以直到现在十年了，我都再也没有哭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哭没有用，没有用，而且他是你的家人，你没有什么委屈，过不了的，因为你们就得和解，你们是母子，可是我也知道，我妈妈常常跟我讲，阿忠你怎么有心思都不告诉我？我心想，我才谁要告诉你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告诉你，告诉你，永远都是这些东西推诿给我。然后当我们讲说，可是你以前这样伤我啊，他就会反过，你们这些读书人讲都不能讲，就有各种话都可以堵回来。最好的方式就是报平安，报好事，不要报坏的事情。是是，我觉得好像那一辈的一些父母亲长辈，他们都习惯用负面的方式，然后来希望某种程度的对你强壮一点，或是他以为的安慰的方式，叫你不要再这样了哈，这样娘娘腔这样不好。可是这些话真的很伤人。对，翠芬姐，这个要自己内心要怎么样调试这种伤害？很多那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啊，即使时至今日，我们还是会跟一个男生说：“哎，是男生哎，哭什么哭？不能哭，你真的太不坚强了。”我现在还是很常听到，所以很多时候你允许一个人可以呈现他的情绪，对一个小孩来说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然后接纳这个小孩有各种不同的状况，就是。所以有些时候要去看到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又喜欢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功课。就像刚刚凯君老师，他要接纳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或是各方面的状况跟别人不一样，然后又慢慢的去看到周遭人对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对待，然后转念。对，我其实会觉得那个历程蛮长。那如中是语言上，语言上有很多比较评价式的语言，要如何去释放这些语言？有，我有看到你正在释放中。真的，我觉得喜欢自己，接纳自己，然后看到自己的好，给自己掌声。真的。单身行不行？有官方的 YouTube 频道，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，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 QR code， 同时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。还有，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，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。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